日前官方释出一组郭采洁最新剧照，正式官宣加盟名侦第六季。照片中郭采洁身着白色娃娃领宽肩衬衫，搭配黑色透纱长裙，眼神凌厉，十分入戏。郭采洁通过小时代塑造了一个外冷内热的女神形象，也完全为她打开了内地的影视市场。小说中的顾里是出了名的时尚女王，可是现实中的郭采洁反而比剧中的顾里更会穿搭。在名侦中，她直接给自己搭配了一身白衬衫小黑裙。郭采洁的白衬衫是非常官方标准的白衬衫，规规矩矩的领口搭配短款合身的小黑裙，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偶类，但宽大的袖口却打破了上身的规矩感，让郭采洁的身形营造出了一种轮廓感，多了几分英气妩媚。她一头利落的短发加上轻薄透气的妆容，让她有了复古摩登女郎的感觉。看到郭采洁这次的造型，让网友更加期待节目的播出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